Sa 撑阿娇冇做小三抢男人。昨日阿 Sa 着露肩装配渔网袜，性感现身出席公开活动。问佢近日有冇追求者，佢就笑言一直都有啦，仲叫记者千祈唔好睇笑佢啊。但就拒绝回答系咪已经选定咗啦，更加表示啊，古天乐之前教佢回答记者问题嘅时候要慢一啲，唔关工作嘅事就唔好回应啊。嗱，你自己就多人追啦。咁你好姊妹阿娇咧，近日就有传搭上内地富二代秦粉，咁又坚定流失。所以就唔使回应咯，系咪先？即系呢啲回应咗，又有多啲枝节生咗出嚟。系啊，总之行得正，企得正，自己知自己